我得发给我家人，让他们看看中国的非遗有多牛，是吧？我看了，现在有一个桃花挑战，我这个爷是不是你们见过最入乡随俗的老赖？我这个挑战必须整一下，你觉得我能成功吗？咱们开始吧。我没有什么玉米糖浆，看看吧，能不能行？又看了那个视频，写的是不要搅拌，可能要失败了。怎么样，能画了？太扯了，我准备这个纸的时候、它已经凝固了，我又想给它润一下，再加点水呗。我加了，怎么变白了呢？第一次确实失败了，中国非遗还是中国人做好。我跟你讲，我爷以前是食品厂的，你觉得能行吗？必须行，再干不过你个老呗。我这变白了，纸大了。不是，等会儿就好了，是不是脆了？ It is, it's gonna work。 我先画我的头像吧。这太难画了，能看出来我是什么属相吗？给你写个铁蛋，太难了，蛋坏了，坏蛋。铁蛋属什么呀？属猪。看老婆做的这个铁蛋还行吧，这个我得发给我家人，让他们看看中国的飞鱼有多牛、是吧？我就不服了哈，重新再说。我第一次失败的原因是搅的太多了，煮的也太长了。你这次还不一定能成功呢，你还行吧，有点样。再画一个哈，这一次七好画啊，咱刚才后不好画，有样儿，还行吧哈，画个这样得劲了哈。别炸铁蛋的中国属相是猪。